因为上次《真假公主》反应极好，芭比反应影片正式推出系列。那这段时间就让我陪大家一起回顾童年，回忆暖身，准备真人芭比电影的到来。那怕有人没有看过上一集影片，这边我再提醒一下，其实我没有看过任何一部的芭比电影，我对芭比电影没有任何的了解，所以影片中各位看到的都是我最真实的第一反应。那上次看完《真假公主》我就蛮喜欢的，今天要来看的是《十二芭蕾舞公主》。这部的画风很特别，它有一点点结合手绘感的感觉吗？就是没有那么 3D。Just be a second, Papa. Your Highness, I really think perhaps this is not. 哎，真假公主到这部其实也才过2年的时间呢，还是3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 3D 技术整个进步非常多哎，画风骤变。A few of them. 还是每一部 Barbie 电影都风格很不一样。We're here, Papa. Fallon. Hello, Papa. Ooh, what's for lunch? We're absolutely positive. 太多女儿了吧，这个家。Hello, Hadley. 这个爸爸应该常常叫错名字哦。Sorry, I'm late, Papa. Genevieve. My 12 princesses. 吵吵。Will you play for us? Please, Derek, please. Please, Derek, please.I love them, but at times I don't understand them. 至目前为止，这部电影的节奏很特别，就是很不像给小朋友看的电影，哎，感觉是那一种很文艺的剧情片。他们全部都睡同一间房间，太热闹了吧？每天都像毕业旅行一样嗨耶。Is it the shoes you like, or the cobbler who made them? 姐妹们怎么在八卦？Good night, Thomas. Genevieve, 坏坏哦。Richard. Where's Harold? What is he? A spider? A scorpion? No. 好可爱啊，他的宠物是虫虫哎。A caterpillar. 真的很不像，就是那个年代会有给小朋友看的电影里面会有的剧情哎。这个画面很有趣哎。他有一种就是好像这个人的出现要取代这个皇后的感觉。这是给小朋友看的电影吗？很高明耶。我目前觉得 Barbie 电影就是还蛮成人向的耶，在一些敬畏和一些细节处理上是那种迪士尼比较孩童向的电影里面不会看到的。上次真假公主拿眼镜那一段也是。 Genevieve 耍特权啊，你女主角搞特权啊。I've asked Duchess Rowena to take charge of your upbringing. But Papa, we... No protest, please. 这一部的动物没有真假公主可爱耶，那个猴子其实有点可怕。Starting with your attire. 剥夺一个人的自主意识的第一步，帮他换上制服，让他觉得他跟所有人都一样，他并不特别。Lacey.You're facing tornado. I'm Courtney, and I'm getting impatient. Courtney 啦，这算太大力了吧？这是监狱吧 ？It's 8 o'clock. 连床单的颜色都要换，是不是？这是猴子还是喇牙？猴子真的有点可怕哎。You know, bedtime is now 8 o'clock. 太早了吧 ？Girls are so emotional. Oh. What they need is proper guidance, smooth and refreshing.你在算计什么呀 ？He thinks Rowena's helping us. 太可怜了吧？他们穿的是什么？他们穿的穷服是不是啊？啊，好可爱哦！You're late. 好。Your Grace. 他们唱的很好听的说。No dancing until you know how to act like royalty. 难道说？Let me see your book. See if you can match the flower on your book to a flower on a stone. 等一下，他们现在才发现吗？不是啊，在这个三胞胎生日之前，他们不是每人都已经拿到自己的书了吗？他们之前都没有发现哦。很迟钝呢。Kathleen and Lacey. Huh? Huh?I forgot something. The princess twirled 3 times. Ooh.
想跟十二公主一样有气质又肌肤水水，除了维持一定的运动量，还有上气质养成课，保养也一样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为大家介绍克兰仕的黄金双肌萃清爽版。克兰仕低敏抗老产品黄金双肌萃推出了新版，清爽的质地不黏腻，还你凉爽的夏季，成分不挑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黄金双肌萃的两种质地版本都是独特的水油双质地，适合有不同需求的人。清爽版秒渗透，不黏腻，不会有任何的油感或是黏感，同时还是保有优秀的保湿能力，让你夏季还是可以清爽出油不用愁。经典版丝滑质地，绝佳的保湿包覆效果，让你夏天狂吹冷气也不用怕干。那这两款的稳定肤况还有透亮功效是一样好的，就看你个人的喜好选择。所以这个黄金双肌萃的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它的21种活性植萃可以修护你的肌底，让你从里到外年轻，对外产生修复的屏障，稳定肤况，让痘痘粉刺不来乱，对内渗透唤醒，让肌肤从深处发亮，维持好气色又细嫩，还有独特的双瓶配方设计，让抗老功效极大化。那现在到官网呢，可以申请免费的体验活动，期间购买黄金双肌萃经典版或是清爽版，结账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BONY 就可以享弹簧日霜15梦一入。肤况常常靠鼻气，脸色差的你呢，一定要试试看哟。那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结束之后，我有没有办法记住这十二个公主的名字。Then I'm having the same dream. 其中一个公主明显看起来种族好像不太一样耶，也太有气质了吧。这是很有气质的公主电影，好像看他们转太久了，头有点晕。还在跳，还跳多久？好了，很漂亮啦，知道你们很漂亮了啦，不要再转了。魔法水。Oh, wide awake, I see. We're fine, thank you. 哎呦，他们在进行什么仪式？很像邪教。可以这样子直接进来国王的房间吗？为什么芭比电影里面的人都可以这样随便进入皇室成员的房间里？他连门都没有敲哎、欸。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我要在里面下毒。皇室要把他药倒掉。不知道。I wish we were dressed like ballerinas. 成真啦！这是什么小女孩的梦想？好晕哦 ！The Duchess of Don't do that, don't, don't. 好可爱哦 ！He came a long way to visit Duchess Rowena.怎么突然刺激了起来？ I've been asked to inquire about your business with the Duchess. 这么直接啊？他也太直接的在问了吧？我还以为他会偷偷跟踪他或什么的，结果直接冲上前问说：“你跟公爵夫人是什么关系？” How much are you asking? Oh, that's a laugh. What do we have worth a silver goblet? Talking bird might do it. Derek, you wouldn't. 他把马给他啦。What's wrong, Felix? Nothing to say? Thanks. Let's go. 这个处理剧情的方式真的很成人，这个很不像小朋友的电影哎。How did you get there, Blair? I'm Kathleen. So what? The magic boat took us. 这部电影的人都好诚实哦。好可爱哦，他怎么会跳舞啊？I heard Duchess Rowena say they've run away. They ran away. Satisfied? She isn't here. Let's go. 这个鹦鹉到底是什么口音啊？ 12 steps. Her dance. 这么聪明。 I wish I could dance with a handsome prince. 他变魔法变出王子给他吗？很变态耶。受不了，不要再转了！哈哈，嗯哼。
塞，这猴子也太聪明了吧。What's happening? That one, that one, and that one. 天哪，太黑暗了吧。Are they coming soon? 国王也变得太严重了吧。这是权力游戏吧？我是在看那个 Barbie 还是在看权力游戏？这是那个龙之家族里面第一季快要结束之后的那个国王的样子吧 ？Duchess Rowena to be queen. No 啊 ，No， 这个国王也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吧？不要给他 Royal Seal 啊！权力游戏。You have to dance together. Oh, how romantic! 啊，真的很浪漫耶。所以进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要和可以一起跳舞的人相遇，是这个逻辑吗？哇哦！怎么连猫咪都在跳啊，好可爱呀！ And the princesses, traitors, you mean? They've run away in the king's time of need. 不至于吧，不至于，因为爸爸生病的时候刚好不在，就变成叛徒吧。The power of 12. What are we, invisible? 好笑哎！快点呐，快点去救爸爸！好可爱哦，好聪明哦！他们的这个作战计划拟定的超级快，大概差不多五秒，他们就拟定这个一切的计划了。难道这就是 Power of 12吗 ？What have you done？ 爸爸死了！哦天哪，太黑暗了吧 ！What about this one？ No， not the purple one。Not the purple one。可恶，好想要看中配的，我感觉刚刚那一段中配会很好笑。不要把紫色的，拜托。I wish you would dance forever。And ever and ever. 魔法扇子，这是什么展开？这个魔法居然可以这样用？爸爸 ，It's from the lake. Oh. Oh, how could I have been so blind? 为什么这个父王跟母后都会当当呢？这个 Barbie 电影要让主角成长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让他们没有办法依赖他们的父母亲。还蛮聪明的。Oh, my dear Lacey, where would I be without you? Lacey 很聪明耶。You leave because you're, well, you're the Duchess, and you. Stop it! Oh, sorry. 但是我很开心这件事情也蛮可爱的。也太有气质了吧！这部电影很有气质呢。我发现鹦鹉的脚好粗哦。好了好了，不要转了，不要转了。不要转了，不要再转啦！优雅的一部电影哎，跟我想象中差很多。我还以为会跟真假公主一样北兰。看完这集，怎么开始觉得芭比电影有点厉害？虽然觉得可能还是中配版会更有一点迷因味，看起来会更好笑，但是英配也是蛮有 feel 的啦，走一个气质路线讲。太优雅了，整个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吐槽。下一集呢，应该会在下下周推出吧。欢迎大家留言分享给我你们想要看我反应的下一部芭比电影。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帮我按个订阅。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就没关系。我们就下次见了，拜。